为了庆祝重阳节，并且关怀社区内底长者，彰化市太和社区发展协会日前举办2016年度敬老重阳联欢歌唱活动，和社区的长者伫志工的协助之下，体验太和社区的热情甲活力。时间还未到，真侪太和社区的长者就伫时势陪同之下，前来参加社区所举办的重阳敬老活动。彰化市太和社区为着要来关怀社区的老大人，会当让伊有机会走出户外，互相联谊，来举办这重阳敬老的活动。彰化县副县长林明玉嘛来到现场，甲现场的长者同乐。今仔日是阮啊，彰化市可能较太和社区吼，举办这个九九重阳节的这个日子吼。啊，每一年重阳节是阮太和社区上界重视的这个活动。啊，阮太和社区哦，只要满60岁以上的咱这个四大人，啊，阮拢会甲邀请啊，大家做伙来同乐。啊，今年度阮太和社区这个60岁以上的老大人，总共有610个，会当讲人数非常的多。啊，所以讲阮非常的重视。啊，伫遮嘛要来感谢着讲咱所有咱遮各界的贵宾吼，共襄盛举，啊，来甲咱遮的四大人。啊，共同来甲因庆祝一个即个九九重阳节，互因当安尼身体愈来愈勇健。在地关于会议员黄玉宽嘛，专程伫现场参加。黄议员表示，伊是在地议员，对社区有真深的感情。即个太和社区举办的重阳敬老活动，会当让真侪长者接受到社会关怀。新中华新闻北平林中华采访报道。